已经爱上钓鱼了。太酷了吧！我也想学，你快教教我。那有什么问题？那你可要仔细听了。没问题。钓鱼成功的关键呢？可是最后一次放线的时候。等等，你刚刚说最后防线。最后防线 ，The Last to Defend， 由 David Shaffer 所创作。场景描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乐曲一开始是南方的维吉尼亚号对于驻守在詹姆斯河口的北方船只带来不祥的预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惊心动魄的节奏，代表着双方的战火已被点燃。然而，在北军